我们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哈，两个光滑的平板呢、啊，固定于这个水平的桌面上啊，如这个图。假设一直点哈、哦，自 A 点呢滑到 B 点，虚实是 T1 那么呢，这个改哈、哦，然后改自 A 点哈、哦、滑到呢 C 点，需要 T2 了。那么他问说哈、哦。T1 哈、哦、比上 T2 平多少？啊，这怎么做哈、哦？我假设哈、哦、这个高度是 h 的，那、啊、这高度 h 的话，那这个西塔就平多少呀？sin西塔一，啊，这是 sin 西塔，这是西塔二好了。啊 ，sin 西塔一就是 h 除以 t1， 那 sin 西塔二就是 h 除以 t2 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哈、哦，这个是 d1 嘛？那等加速度运动 ，d1 等于多少呢？等于二分之一 a，a 就是下滑加速度嘛，就 z 呢 sin 西塔一，好 z sin 西塔一，好这下滑加速度，好这物体排在这边的话，它加速度就是 z sin 西塔一，它 t1 的平方，那这一样哈、哦，这个 d2 哈、哦、等于二分之一 a，a 是 z。sin 西塔二，好，这 a t 平方啊 ，t two 的平方。好，那我现在啊给它一除，一除以后的话哈 ，d one 除以 d two 哈，等于多少 ？sin 西塔 one 除以 sin 西塔 two 等于多少 ？sin 西塔 one 是等于多少？是等于 h 除以 d one，sin 西塔 two 哈，是等于 h。除以 d2 了，那一除等于多少？一除就是 d2 除以 d1， 它、啊、乘以 d1 除以 t2，t1 除以 t2 的平方。好，那我把这个嘞，除过去，就得到 t1 除以 t2 哈，平方等于呢 d1 除以 d2 的平方。那、啊、两边给它开根号，所以 t1 哈。比 T2 就等于 D1 比上 D2 了，哦，所以答案是 D1 比 D2 了。